啊，点啊？有啲嘢，你慢食，快慢。等阵，我全家人感情真系啲。我，因为咱的感情比这个卡啲，点解要就去咁款？你两个啊，除了在我的面头前哦，安尼卫视秀，哎呀，互人去加尾陪会，敢唔当卖讲啊？我等下哦去影响着人客胃口。去加尾陪，敢会？感觉食拄我好呢？是啊，哪会啊？我就无相信哦，你甲邦哥做伙的时阵，袂亲像我咁款。每一对男女朋友啊，做伙方式都无同款啦，不能袂安尼啊。钓鱼啊！我听你那讲，前几阵嘛，你带伊登去见你爸爸妈妈，啊，结果安怎？还可以当安怎？哦，阮爸跟阮妈对你那有满意，你敢知影？佮问我看安生甚物时阵要带你那去问嘞？哦，你才讲偌久，这么紧就要结婚，进度敢袂伤紧啊？敢袂？啊，甲迄种哦，见过几摆面就结婚的人比起来，阮两个算是保守啊呢。对啊，青云老师，啊，我看你甲阮邦哥哦，即摆感情嘛算作稳定的，恁敢拢无考虑过要结婚？我是感觉过交往一阵仔才来考虑啦。而且邦伊妈妈拄离开，即摆甲伊讲即件代志，敢若无啥适合。那无适合啦。啊，你敢无听人讲过，迄古早人哦，拢嘛有迄霸气内底宠溺即个风俗，对无？感觉哦，你甲邦哥应该安尼做。爸，你来。敢会伤紧啊？哪会啦？你想看卖，迄邦哥哦，即摆失去唯一一个亲人啦，对伊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呢。啊哦，假如讲你也甲伊结婚啦，一方面，咪当减轻伊的痛苦啊，啊，佮另外一方面哦，咪当安慰阿姨在天之灵，对不？无对头，安尼哦，邦哥会当鼓励着伊，阿姨嘛会当重新振作起来。不过即摆办喜事，我感觉无啥头痛嘞。这个问题好解决啦，恁会当先登记啊，啊，然后再个补请就好啊。你跟你讲，敢那嘛有道理。好，等下我甲阿爸有约食饭，我再问看卖伊意见吼。好哦。哎呀，恁若真正有决定要结婚哦，恁两个人卖当嫁衣啊。两对新人去婚纱店翕相，凡事可以当个迄种店家熬食折扣的对。对，我赞成。恁两个哦，要讲着要生一个囝。好啦，时间差不多，我先出去啊。娘，交你讲。好，放心。请问，等你好消息哦。结婚！加油！有啊 ，baby。你感觉秦文英结婚的几率有偌济啊？那是以我对阮邦哥的了解哦，绝对是百分之百。百分之百。江力哥，你来啊？江力哥。秦文人呢？哪会无伫？哦，阿姨的今嘛处理要做伊人生大事。人生大事？啊，就请问，伊要去甲邦哥求婚啊？无得卡，伊要闪婚啊？求婚？你是讲啥？哪有可能？我老师要甲你抓啦！哎，拄仔郭晴雯是真正有影讲要甲阮邦哥结婚呢？真正诶，我会当做证。啊，即卖户政事务所暗时拢会当登记，无得卡因两个真正会闪婚咯。江力哥，恭喜呢！哦，连伊都要变做阮邦哥的大姑啊！恭喜！你过偌久啊？拄只才出去尔。江力哥。奇怪，郭青文讲邦哥要结婚，江力哥看起来无啥欢喜哦。这也无啥，因为哦，江力哥是妹控，妹控拢会安尼。喏。
爸，我知影恁妈妈过身，予你个打击足大个，你可能会感觉一个人孤孤单单。所以我想要做陪伴你一世人的亲人，咱结婚吧。虽然我原本是希望阿邦主动跟我求婚，啊，不过嘛不要紧啦，只要咱互相意爱，想要做伙牵手过一世人，相信开嘴哪有啥物要紧。阿邦哪会这么久拢还袂来啊？敢会是出什么代志？阿邦，吃。你是安怎？敢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我伫咧整理我妈较早一挂相片，用两手了过去往事，所以才会无注意到时代。你莫阁遐尼艰苦啦，后盖我陪你做整理啊。你若是想要哭，我就陪你做伙哭。有一挂代志，不是你话都做伙承担的，该让靠我家己去处理了。我是你的女朋友呢，在我的面头前，你不用逞强，我可以给你挖苦。不管还多少时间，我都陪你做伙度过这段最困难的日子。青云，我希望阮爸妈的冤仇你知影愈少愈好。啊，若无，我真正不知道要怎面对你。我迄天恁爸伫店内看到我妈了后，伊转去，甲我讲啥？迄天我老公无欢喜，我转去甲阮爸回信嘞。我嘛特别问阮爸，我问讲伊之前敢有认识阿姨？你嘛知影，阮爸爸虽然是力做真大，啊，不过伊看过的人，伊是绝对无可能放袂记。阮爸嘛讲，伊根本就无看过阿姨，嘛无认识伊。阿姨都讲到这么明啊，你对伊阁有甚么怀疑啊？伊根本就是在讲白话。过几天才是我要找伊还手啦，甲清云一点仔关系拢无，我绝对袂当甲牵拖你吧。是我手脚跌倒，我今仔总碰无啥，我先倒来休困。等，我有几句话为什么甲伊讲啊？我惊若是过今仔日，我就无遐勇气啊。阿爸，你敢知影为什么我甲瑞泽一个庄的感情遐尼好？我细汉的时阵，阮爸拢咧无闲做生理，所以我自细汉就去予姊仔伫无共款的帮忙斗。我一直足希望有兄弟姊妹会当甲我作伴，所以对我来讲，亲人永远是我上要紧的人，啥物人都无法度代替。啊，我进前讲要做你的亲人，也毋是凊彩讲讲的。虽然哦，即句话。查埔囡仔来讲，
但我歹势啊，阿姆哥，这拢是我真心话。阿妈，我想要做陪伴你一世人的亲人，咱结婚好不好？你要跟我结婚？算你好像歹势话，你不会话讲第二届啊？还是讲你还袂准备好要跟我结婚？你莫看我敢那是啥物拢会千金小姐，啊，跟我结婚会负担遮大。啊，其实我这个人无啥物物质欲望，嘛袂想要买啥物名牌。我敢那希望咱会当欢欢喜喜快乐过日子安尼就够。那安尼，为什么在我发现青云的爸爸就是杀死阮老爸凶手的时阵，青云说要跟我结婚？为什么？苗文为什么要安那创立阮两个？虽然我知影青云伊是无辜的，我嘛足爱伊的，不过我只要一看到伊，我就会想到过去天这个乡民得过，我哪有可能，搁假装无代志去接受青云的感情？